之后，魔方队又顺利上演。没想到黑白也是个年轻气躁的少年郎，还没等接近椅子就被一道劲的脸上沾着擦刀，赶紧救人。随即魔方队又马上应声倒地，卡着是要观察地形。这个方向很明显就是奔着我来的，告辞。还好还好，就在遛兔兔的过程中，医生成功起身逃跑。不亏不亏。就在我看最后一台电机时，红蝶直奔我来，管他三七二十一，反正跑就对啦。加入到了尬舞队伍中。就在我跳的起劲时，黑白一个技能翻过来，满满的套路。红蝶利用尬舞将我留住，此时护腕队友前来支援，随即倒地，失策失策啊！在我方队友一个救援下，成功逃脱。等等，逆步就这么容易跑掉了吗？哎呀！死也要爬出去啊！再见。